哎呀，你们怎么才来呀、啊？我都差点赶不上飞机了！快来快来，来看一下，快点，你们赶紧帮我搞干净，我有洁癖的哦，我着急赶飞机呢。美女空姐加急打扫，全程后背发凉是什么体验？今天打扫的是一位漂亮空姐的家，小姐姐说她有洁癖，让我们务必打扫干净，还特意叮嘱我们千万不能进书房。快看，这里有惊喜，在外面她是美丽的空姐，家里却是空难现场，这马桶是拉稀洞的吧？还好我们人多，开干。I'm gonna cry.